现场各位同修，线上的各位同修，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进行慧远大师的第三次讲座啊，也是这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次讲座。那么这次讲座结束以后呢，下周六呢，我们就有一次讨论课。好，有关慧远大师呢，上一次呢，我们谈了慧远大师啊。的生平简介，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和净土经典传入我们中原地区以后啊，在慧远大师时期呢，净土三经已经全部翻译完成，特别是无量寿经，到慧远大师时期呢，已经有十次的翻译。那我们知道这个无量寿经在历史上一共有十二次翻译，那么到慧远大师时期呢，已经有十次的翻译，那就证明这部经典在整个的去求法的高僧大德，以及从西域印度到我们中原地区传法的这些高僧大德的眼里呢，无量寿经都是非常重要。那所以他们不断地把这部经典的梵文本带入到我们中原地区，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呢，也不断地进行这个多次的翻译。那么当然有些同学也会问，这些那个时代为什么是有这么多重复的翻译啊？其实我们看，像在汉代最早的翻译这是兹罗加成大师、安世刚大师因为他们所处的都是不同的地域。三国时期呢吴国和魏国也是同时在翻译魏国是汤三凯大师在洛阳，那么吴国呢支谦据是在苏州这一带，那个时候是不同的国家，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在这些不同的地域呢都选择了翻译无量寿经。那这些经典翻译出来以后这个对于净土思想的认可呢，在那个时代呢，大家还是没有信心的。就说到慧远大师时期已经有300多年了那已经佛法传入已经将近400年了，但是随着这个净土经典、净土三经的翻译出来以后呢，大家依旧对于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到底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没有阿弥陀佛，到底念佛能不能得生净土到底我们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真的会出现会接应我们吗这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当中呢，因为这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原有的本有的本土的儒家文明。那么儒家文明我们的特色是六合之位从耳不聋，六合就是东南西北上下，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这些我们认可，那么看不见的、听不到的、摸不着的从耳不聋什么意思呢？我们相信它可能存在，但是呢不去讨论它。为什么不去讨论它呢？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那这是我们当时孔子这些儒家的大圣者这个他们都是抱着这种态度。所以当这个佛教文明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以后呢突然提出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呢还有净土的存在还有菩萨的存在，还有佛的存在那这个按儒家的态度来说你要从而不论，在这个时候已经从而不论不可以了。为什么呢？这关系到我们法身慧命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相信有净土，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真的是在我们临终的那一刻会来出现，现前会接应我们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情因为我们华人也讲五福，谈五福临门嘛，其中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考命终什么考命终呢就是华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当中要求一个好死这个不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干扰他的这个那个时候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念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一般对这个死亡是很忌讳的事情啊，特别是如果说我们要在有大日子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一些老人家你根本就不能提这个字啊，年纪大了也不能提这个字啊，感觉一提都是不吉祥的不吉利的。但是不提呢，这件事情呢你又没有办法避免啊，这是每一个人呢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么从我们多生多劫的轮回来说呢，基本上每个人啊，基本上是100%临命终的时候都是心有恐惧的。那因为如果说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稳固的可以让自己依靠的信仰的话，那么当我们这个呼吸停止以后，我们到底要去哪里？这个眼睛闭起了以后，另外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当然有些人也会说，我反正什么都不信，我反正这一生完了就完了。不信不代表你不怕啊，所以什么都不信的内心更加恐惧啊，这是我们所遇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能有净土法门出现在我们的文化里边让我们能够非常坦然的去谈这种事情，谈生死，非常坦然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建立一种非常坚固的信念以后、信愿以后呢，再也不会害怕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看，你要是真正坚固的信愿建立起来了，当然我们这里所谈的坚固的信愿建立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平时平时的修修、平时的锻炼平时的讨论、平时的念佛上面。那么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内心里边不但不会恐惧，反而是充满感恩和喜悦的。那我们知道生命多生多劫的轮回，这一个到这里刻呢，到这一生呢就停止了，就结束了。我们生命呢在这一生会得到超越和提升。那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做菩萨的，最终是要成佛的。那么从古到今，我们看到念佛往生的人呢在净土圣贤录里边在这些古代的、现在的在这些我们佛教所普及的大乘佛教普及的地区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那临终的时候有阿弥陀佛的接引，有西方三圣的接引，这种事实呢是确凿无疑的。所以这个慧远大师他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贡献对于我们佛教的贡献，就是他以这种集气共修的形式、结社念佛的形式，第一次呢为我们证明了念佛确实是可以得往生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瑞相往生的，为瑞相是非常显著的都每个人呢是非常坦然的，在那一刻呢心无恐惧、心无挂碍的跟着阿弥陀佛走的。所以由此呢我们这个文明当中呢有了这样一个净土的观念这个也是大乘佛法与小乘法最大的不同小乘法这是求自身的修正，以自己断见思烦恼断贪嗔痴慢疑以及我执身界以后呢，自己断去烦恼，处理三界成阿罗汉果，那么在小乘法就算成佛了。那么在大乘法里边呢，我们有菩萨，有诸佛的出现，诸佛有建立净土，有接引我们到净土去修学去成就这也是大乘法的一个特色。那么慧远大师呢证明了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阿弥陀佛确实是和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他修学的也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那么要度众生呢也是要接引我们
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一起呢，最终在他的摄受之下成就和他一样的佛啊。这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内容。那么有关这个西方发愿文，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是刘一明居士他奉慧远大师的命所做的净土思想、净土经典、净土法门出现在我们中原地区以后呢，第一次与我们华人的文化所结合的第一篇有关净土思想的文献文字资料。所以呢，这篇西方发愿文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呢刘一明居士之后也有其他的发愿文，那么这篇呢是最早的一篇。那么他所传递的、所归纳的、所描述的那个时候修学的相状呢，都是在东林寺123人在结社念佛过程中出现的真实的情形。那么他所传达的思想呢，也是慧远大师的净土思想所以呢，通过刘一明居士这篇西方发愿文呢，我们大体上也能了解到那个时代1700年前了，我们这些先贤们已经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僧俗二众们他们的修学状况。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看这个西方发愿文的第三个部分是刘明居士和慧远大师。那么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西方发愿文的正文。好，我们先看刘明居士和慧远大师。那么刘明居士在慧远大师的这些在家弟子当中在家弟子当中呢，他是非常的突出、非常的优秀的。刘一明居士比慧远大师往生早6年这个是刘一明居士先去极乐世界，然后呢，我们在昨天还谈到那么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呢，刘一明居士都有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慧远大师。那么刘一明居士往生之后呢，有关刘一明居士他的传记呢，是慧远大师亲手所做的。所以这个由师父为徒弟、为弟子做传记这个都是非常少见的。那表明什么呢？表明慧远大师对于刘一明居士是非常认可的是一种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两个人这个在修学过程中能够心心相印能够互相促进那么刘一明居士呢，也能够根据慧远大师的教导，你看他到东林寺以后呢，念佛半年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在定中就见佛了。那么第二次见佛呢，他甚至亲自到了极乐世界还喝了八功德池里面的水。那么最后一次见佛呢，是在临命终前那个时候他依旧心里边还是有一点疑惑，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来说太神妙了他心里动念头这个阿弥陀佛，你能不能摸一下我的脑袋呀？结果阿弥陀佛真的摸了他的头。阿弥陀佛，你能不能拿袈裟敷给我的身体呢？真的，阿弥陀佛很慈悲，拿袈裟敷给了他的身体。他当下心里边答案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可以和我们互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那么由此呢，他能够得肯定肯定得生净土这一样的信心和这样的事证，那么告诉我们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真实存在。好，那么刘一明居士在给僧肇大师的信中他是这样赞叹慧远大师的僧肇大师呢，这是当时长安鸠摩罗什大师的非常有名的非常突出的一位弟子他的高祖。那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经文大多这些经文的用色就是有梵文翻译成华文那么用色呢，基本都是僧肇大师所用的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座下呢有四圣就是四位弟子特别有名的道融、僧瑞、道森
还有呢，啊，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圣照大师。那所以这个罗什大师呢，对他也很赞叹。啊，那个我们有些对于般若思想比较熟悉的，有学习照弄啊，照弄就圣照大师对于般若思想的论述，里边有四篇论文啊，这是早期啊圣照大师他的著作。那么刘玉明大师啊，居士呢给僧照的信里边，他是这样描述慧远大师的：说远法师清痕绿意，思业精意，纤纤消息，自费盗用气流，理为神域，属以过诵之年，战气若滋之情，所以平为寄生，养泄欲绝。这个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字，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华文的时候，南北朝时期的文字是非常难懂的。那为什么呢？它是一般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这种叫片文，就是对仗很工整啊，但是呢字非常精简啊，一个字里面包含很多意思。那么这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圆法师请恒律意啊，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他修行很得法，他恒常保持一种寂静三昧的状态啊。他所做的呢，就每天做的基本上啊，就是他在定中做他这一切的佛事。思业精义，思业呢是谈他修三昧啊，修定，修定的功夫呢很深。前前消息啊，前前前消啊，前是白天黑夜，又非常的精进，就基本不休息。那么说自非盗用气流，说像这样的精勤啊，修学有这样的功夫啊，我们说道行很深呐、啊。说如果说不是这个他这种修道所得的利用啊，在他的心底上呢、啊，在他的这种我们就是我们语言我们看不见的啊，但是一直他有这种力量。对我们谈道力，道力，道的力量，对他的一种支撑。那么一般人呢，是做不到这样的啊。说看到他基本上不休息，非常精勤。道用气流啊，就是他的道恨功德很深了，这种产生的力量很大，能够让他这样呢，能够一直坚持这样啊，坚持下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常住在法位当中，常住在。禅定当中，常住在法喜当中，理为神域啊，就是他对于佛法的义理啊，也是理解非常的透彻啊，非常的精髓精华都能够吸取到。那么说，属以过诵之年，我们华人经常讲五十知天命啊，五十岁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命啊，对于自己的一生应该很清楚怎么过了。六十呢，六十耳诵啊，听什么话都不会生气了啊，心里边很平和。那么过诵之年呢，就是这个时候慧远大师已经过六十岁了啊，所以过诵之年啊，战气若滋之情，还这么精进啊，那么力气就像年轻人一样，好像用不完的一样，所以平为寄生啊。养泄欲绝啊，他有这样慧远大师这样的导师指导他修学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感觉非常的安静，很心安啊，心就是我们说的心有所依，身有所托。养泄欲绝啊，就是他很感恩。那么只有是对着啊，对着虚空啊，或者我们华人经常所说的对着苍天表示感恩、表示感谢，当然这也是说对佛菩萨表示感谢了啊。这是这个刘玉明居士啊对慧远大师的、简单的这些语言，我们大体上就知道慧远大师的形象。那么当时这个刘玉明居士所在的东林寺僧团，在慧远大师的住持下啊，那么。作为一个南方佛教的中心呢，这个道风和学风啊，也是为刘玉明居士所赞叹的。他说：“此三僧清常啊，这个在庐山东林寺山北脚下所住的啊，这些僧团呢，
清常清净恒常啊，就是一直保持持戒很精严啊，修净都很努力，念佛也都很努力啊，恒常保持这种状态，道戒密立啊，这个修道持戒啊，这个非常的精进。禅饮之余，则为言为讲。禅饮就是修定、修禅定，以及每个人都保持很沉静、很沉默，话不多啊，这是一个修道人的状态，话不多啊，不会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哎啊。那么禅饮之余啊，就是在修定啊，在这个啊沉默、静默这种之余，剩下的时间在干嘛呢？则为言为讲，剩下的时间呢，都在研习经教，都在身作说法。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丛林它所起的作用，其实就像一个大学一样的，啊，除了有对于佛经的深入的学习和探讨啊，还有真修实证的啊这样的修学上的指导啊，这个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的实践，实践过程中呢，一步一步体会到佛所说的这些义理。寻寻觅觅啊，寻寻觅觅就是从早到晚的意思啊，啊，觅觅就是这个很肃穆啊，很庄严的样子，故可乐矣啊，就是说看到大家都这么精进用功啊，整个团体又这么和谐啊，持戒又这么精严啊，所以。他内心里边是非常欢喜的。弟子既已随素心而笃之上轨，感激之诚，日月明志啊。弟子就是林明去自称自己啊。那么既已随素心，就他当初到东林寺来是青岛慧远大师他的名气以及东林僧团这种道风的感召。所以放弃了做高官拿厚禄的这样的待遇啊，不要做官了，然后从徐州啊来到了东啊庐山。那么来庐山干嘛呢？来庐山是要了生死了，要准备出离三界了，再不啊再不搞轮回了。那他既随素心呢，就是他到了这边以后真正有回家的感觉啊，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而笃之上轨。看到大家修学都是这么的精进，上轨呢就说明大家都很精进，我们说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啊，这个就整个不仅仅是从慧远大师，也包括当时僧团里面都是如此，所以他内心里面感激之诚都充满了感恩啊，日月明智，说只有日月知道自己对于他自己遇到这样殊胜的团体，遇到慧远大师有多么的感恩啊，这是表达他对慧远大师以及对当时的东林僧团的赞叹啊，这是大体上我们就知道林明居士和慧远大师这个之间啊，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互相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啊，是非常尊重互相赞叹。那么慧远大师呢也特意为林明居士做了传记啊，就我们也看出这位做师父的啊，对他的弟子的敬重。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详细来看西方发愿文的正文。那么一般的佛教的经典呢，会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叫序分啊 （introduction）， 然后呢，中间呢叫正宗分啊，就是真正讲义理部分；最后呢是流通分啊，流通分我们所说的 conclusion。那么一般佛经里面的流通分呢，就是啊，佛会把这部经啊辅助给谁，有谁啊要当将来呢要流通到哪里，要利益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从西方发愿文的结构呢，它也是这样的。先看序分说，继而谨虑悉心之事，绝尘轻信之兵，并不期而至。望风遥极，这个我们把这个字一个一个看过去以后就容易理解了啊。继而就是的不久啊啊，这些谨虑悉心之事，谨虑呢，严格律己的人啊，非常严谨，自律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悉心啊，对于名利啊，对于世间这一切已经不感兴趣了，
心一心放在修道上面，一心都是追寻解脱。那么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来到了东林寺啊，所以说继而不久呢，这一批专心希求解脱、严格律己的、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这一批在家出家的弟子们，都来到东林寺，绝尘亲信之宾。绝尘亲信，绝尘谢绝啊，尘我们说的红尘啊，放下红尘。那么亲信啊，亲信的表示这个信心非常的纯洁，非常坚定，一心只求解脱。那一心想着这一生呢，一定要把生死要啊，生死要做一个终止啊，轮回做一个终止啊，最不想轮回的。所以说这是绝尘亲信之宾啊，这一批人。并不期而至，不期而至就是说没有一个，没有大家没有互相约定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发信息啊，只是说在江湖上传言啊，慧远大师在庐山，然后呢结了念佛社，然后呢要带大家念佛求生净土，然后呢啊不期而至，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来的，陆陆续续青岛有这么一桩事情呢。都有这样、啊、有这么自己有这样、啊、坚决求生净土的信心，念佛出离的信心了，所以呢一个一个的都来到东林寺，望风摇几样啊，都是听闻到啊慧远大师他的道德之分，听闻到啊东林僧团的修学之分啊，摇几啊就是拥挤，从遥远的地方大众呢都一起都集会到庐山来了。好，然后呢就举了里边几个比较有名的啊这样的大居士，说彭城刘一民啊，刘一民我们就很熟悉了，豫章来次宗啊，豫章就是今天的南昌，来次宗呢啊是当啊那个时代的经学家啊教育学家，那么当时刘裕建立宋朝在南京称帝的时候啊，他是大将军，然后呢在南京称帝做皇帝的时候呢，那么刘裕呢请啊来次宗先请他要做啊要做顾问啊，这种顾问呢是啊做军事顾问啊，他就不感兴趣，后来甚至请他做太尉啊，什么太尉就是现在三军总司令了啊，他也不感兴趣。那么一办法呢，他就在城的东门专门建了一个很大的啊这种学堂啊，就像现在今天大学一样，请他讲啊，请他讲课，讲六经啊，当时讲这些儒家的经典。那么文武百官呢，经常去听课，太子呢是交给他来教导的。那么他自己啊，就是刘裕自己呢，也经常去听课啊，所以来自宗呢，就是太子的老师啊，当时的国学大师啊，我们一般叫国师这样的人物。他呢也来到庐山了。雁门周旭之啊，周旭之雁门啊，这个是慧远大师的同乡。他是以当时啊这个南方有名的大儒啊，大儒叫范宁为老师，也曾经做过刘裕身边的参军啊，就是军事顾问啊。那么刘裕呢？见他学问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就请他做太学博士啊，博士这个称呼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但是后来他听到慧远大师在庐山集中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呢官也不要做了，那、啊、就来到了庐山啊。这是周旭之啊，这算是慧远大师的同乡。新蔡毕颖之啊，新蔡就是今天荷兰的汝阳。那么毕颖之呢是来次宗的朋友，好朋友啊。这个来次宗既然是一个国学大师，国师级的人物，他的朋友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南阳宗炳啊，宗炳呢这个是地方上面啊，就也是荷兰南阳地方上面呢是义都的太守，他世袭都是做太守，太守就是当地啊地方上的市长这个职位。那么宗炳呢也是醉心书画，醉心古琴啊，也是不愿当官啊，到庐山了参加白莲社。
那么还有张雷鸣，张雷鸣叫张乙，是庐山啊，庐山旁边这个城市，就是今天的九江，九江本地人。那么啊，他的官职呢是散骑常侍啊，什么散骑常侍，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啊，是做这个职位。但是呢，他啊做了没几天呢，不愿意做了啊，所以呢，就依旧也是到庐山参加北联社来念佛。还有张继硕啊，张继硕呢啊，这个叫张全，也是张啊张雷鸣他的同族人啊，也是在做官啊，做官呢辞官了，也到庐山来了。并弃世仪容，依远游止啊。那么弃世仪容，就都放弃了世间的荣华富贵，来到庐山，到东林寺来依止。慧远大师呢，一心来精进修学。那这些呢，除了这些他这里所列的这几位有名的啊，这些基本都是啊皇门贵族之类的啊，或者是儒学的大家、六经的博士这一类呢。那个时期还有啊，像这个佛陀巴陀罗尊者啊，这是译经的三藏法师啊，翻译华严经的。还有佛陀耶舍尊者啊，佛陀耶舍是翻译啊四风律和长安含经的啊，译经的三藏法师啊，也是参加了啊北联社。另外呢，还有道生法师啊，道生法师我们刚才谈到，就是鸠摩罗什座下四圣之一啊。我们如果说有同学去苏州虎丘的话，僧公说法，顽石点头啊，就是当时道生法师呢。说这个一禅期也有佛性啊，就是断了善根的人依旧佛性没有断。那么因为经典里边没有依据，大家都觉得他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呢就被大家排挤啊，所以他就很郁闷，到了虎丘，然后对着石头讲经啊，说是一禅期有没有佛性，讲完以后竟然石头都点头了，这有的有的啊。所以这个僧公说法顽石点头讲就是道生大师。那么他呢也参加了北联社的念佛。那么另外还有像道静法师啊，道静法师呢是王羲之的曾孙啊。那个时代啊，东晋时代啊，王和谢，王家和谢家了啊，这是都是当时的皇大家族了啊，贵族阶层。嗯，他这个道静法师就是他是东林寺出家的啊，出家以后呢，这个临终的时候都是瑞相秉昭啊，这个他也是年纪比较轻的往生的，临命又生病了，临终的时候呢，慧远大师呢给他拿一个蜡烛啊，说你看这个蜡烛，然后一心呢意念阿弥陀佛啊，结果他就跟旁边人呢帮他念佛啊，然后他就盯着蜡烛光啊，突然之间他说佛来了。然后呢呼吸就停止了，就走了，那就走得非常自在。那么还有谭颂法师啊，这也是那个时期啊一位奇才啊，就是贵族的子弟来到啊在东林寺出家的啊。另外还有慧远大师，慧远大师的师弟啊，这个西林寺啊是慧远大师所建的啊，所以西林寺啊先有西林，然后有东林。这两座寺院相邻的，慧远大师呢，他也是喜欢禅坐啊，后来参加了慧远大师的念佛社啊，也是念佛见佛。那么他啊命中之后啊，都是坐着走的啊，坐着走了七天，这个身体都是一直在发香气啊，香气不散了。另外还有道炳法师啊，道炳法师这是颍川陈氏的世家，陈霸先下面。陈霸先下面他们的子孙啊，就是也是皇室的子孙，那么也是在东林寺出家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时代啊，那个时代一批出家在家的这些啊，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啊，基本都聚在了东林寺，跟着慧远大师在修学。然后说远乃于金蛇无量寿像前见斋立誓，共期西方。来令刘一明助其文约，这慧远大师于是呢就在金蛇啊，这个指的是东林寺旁边啊，这个小金蛇啊，无量寿像前，阿弥陀佛像前呢
带领大家见斋立誓啊，大家都是那个时候啊，发愿斋戒啊，斋戒吃素，然后呢发愿啊，这个立誓呢，就是要发愿求生西方啊，共期西方，大家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于是呢，来令刘一鸣住其门于啊，慧远大师呢，就让刘一鸣居士呢，把大家的发愿文啊，就这么写下来。那么当然也就是说有刘一鸣居士所作，然后呢让大家每天都来读诵。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我们曾经也提过，一个是陶渊明啊，这是当时的儒家代表性人物啊，啊也是辞官不作，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但是呢这个到东林寺也喜欢啊，也非常喜欢这个东林寺的气氛啊，但是由于这个太好喝酒了，那你看一般的文人要写东西不喝一点酒啊，不达到那个微醺的状态，他很难写得出来。那么慧远当时特别允许他饮酒，但是后来他自己啊不好意思离开了。另外一个谢灵运，我们上次也谈到过，这都是参加过啊，参加过翻译啊《大涅槃经》的啊，做过《大涅槃经》的众士。他是啊世袭呢，是封康乐宫啊，康乐宫真的啊，我们一般谈三公九卿啊。这是贵族里边最高的这样的位置，那就是世袭有这样的爵位，文章天下第一。那么见到慧远大师呢，心里边呢啊非常非常的欢喜敬佩，那么请求加入北联社。那慧远大师看呢，看了他说：“哎呀，你这个头发又黑又密啊，长得相貌这么好看，胡子也长得这么好看。”但是呢你这个人呢真巧好胜好斗，一身的力气啊，那就是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刚烈啊，喜欢跟人斗。那么慧远大师呢就不同意他加入。那这个谢灵运就说是你怎么以貌取人呢，嫌我长得太好看了，竟然不让我加入到北联社里边。慧远大师就不肯啊，就没有说话，他说这样吧，你好好的啊，好好的修行，管好你的嘴啊，那么一心的严持戒律，三年以后呢，你再来东林寺啊。那么这个如果说三年以后你来的话啊，那么我肯定收你啊。结果呢，他就是啊，很生气的离开了。当然，为了表明他的决心呢，他捐款在东林寺。挖了北莲池，那造了莲池，种莲花，让大家很建造啊，还造了一个莲漏来祭祀，让大家一心修学。然后呢，之后呢就气愤愤的离开了。结果呢，不到三年呢，就由于这个得罪了朝里边的权贵，被杀掉了。那这个他啊，谢灵运临去世的时候只有48岁。所以这时候他本身这种情形，慧远大师已经很清楚了啊，知道他这个内心里边这种名利心太重啊，名利心那种啊性格太暴力啊，所以是没有办法能够心定下来念佛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啊，就是错过了。好，那么下面呢开始呢是郑宗峰说：“为岁罪设其格，七月无陈硕，28日一位。”法师施慧远真感幽傲，双回特发。这个岁罪设其格是告诉我们大体的一个年份啊。年份这个设其格呢，是谈的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一种纪年法。那个时代呀、啊，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们、老祖先们啊，我们谈到像太史这个官职，它就是观天象的运行的。它是根据新岁纪年法设其格呢，是指观测到它有一个速度和木星一样啊，速度和木星的运作速度相等的一颗行星，但是运动的方向呢是相反的。那么这一颗行星呢，他们把它叫太岁。那么当木星的位置在丑时的时候，丑位的时候呢，太岁在寅时啊，在寅位，那么这一年呢就要设其格。
那么舍弃格呢，就指的是用甘孜纪年法啊，那么就指的是用公元来，就是甘孜纪年法的话，就是庚寅年。如果用公元来表示的话，就是公元402年。那七月啊，七月当然是农历的七月了。无辰朔，无辰就是28号，啊，28号。所以后面他特别又标明28日，一位是下午的3点钟。啊，1点到3点，这是一位时啊，所以你把这个时间，我们古代表示我们1天是12个时辰，那现在是1024个时辰。那么在7月28号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呢，就法师是慧远大师呢，真感幽傲，双回特发。那这里真感幽傲，特别是对于慧远大师他的赞叹。慧远大师，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断的谈到啊，他的学问啊，他的道德，他的气节，他的胸怀啊，胸襟非常广大了。这个所以被赞叹为南朝佛教的第一人。那这些呢都不用去说的啊，不用去说的。那这里呢，林玉明居士特别谈真感幽傲，真是正的意思啊，贞洁的意思。啊，这里就表示清净的意思，感呢感应。那么林玉明居士呢，不谈他这些啊，这个学问呢、啊、戒学呢、啊、道德啊、气节啊、胸怀等等啊，直接从感应来谈，就说明慧远大师一生啊，他这些感应的事迹是太多了啊，包括他这个在当时的长江边上啊，长江边上呢，去。啊，点香请金文俗啊，来从江里面浮出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其实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叫陶侃，当时陶侃在广州在做刺史的时候啊，就是广州做市长的时候，今天的职位来说就是市长，有渔民从当时的海里边呢打捞上了一个金色的文殊像，背后还有刻文字啊，刻的时间呢。当时一看了是在阿育王时期，啊，阿育王就是佛陀涅槃200年以后开始大力的开始传播佛教的。那么那个文殊像呢，在那个时候已经由阿育王时期铸造好了，用到世界各地。那么有渔民呢打鱼之后，竟然把它捞上来了，捞上来就送给陶侃啊。那么陶侃就非常喜欢这种文殊啊，然后呢就一直呢是把它供在家里。那么后来他被调到武汉啊去做官了，就把这种文殊像呢带到武汉去。那么最后呢，再从武汉调到九江来做官了啊。那么他人先到，然后呢让其他的家书家眷呢就后面带着文殊像了啊。那时候坐船啊到了九江，但是这个走在船在行进的过程中，江上起大风，起大风呢，这个整个文殊像呢掉江里面去了。这个陶渊明的曾祖父时期啊，这个相距已经有这么长时间。那么慧远大师听到这桩事情，说既然有文殊像啊，既然这么感应，那么他就去江边啊，然后插香，然后在那边诵经，在祈祷，然后这个文殊像竟然从江里面自己出来了啊。所以这种文殊像呢，后来慧远大师特别把他请在东林寺呢建了文殊阁啊，文殊阁，东林寺以前有文殊阁的。那么在太平天国时期，就近代的清朝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一带这个就是基督教这个邪教啊，太平天国呢到处破坏寺院，破坏祠堂，破坏孔庙啊。那么东林寺的僧人呢，就把这种文殊像呢背到藏在庐山的山洞里边啊。那现在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不晓得到在哪个山洞里边了啊，没人知道。所以就是他这种感应的事迹特别多啊，所以就谈这个真感幽傲，以这种感应事迹、不可思议的感应现象呢，来代表啊他这种其他方面的卓越，双回特发啊，他这种胸怀啊，他这种像冰霜一样的清洁，那特别发起成立莲社啊，成立莲社的目的呢是要。与大众一起发愿求生，要证明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来，严命同志悉心真信之事，
北有23人，即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遂以香花净洁而示焉。来延命啊，延命就是欢迎啊，欢迎同志啊，有这个同志，对，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什么呢？志同道合的啊，这一批同修们啊，志向很明确，信心很坚定的这一批同修们，悉心真行之事啊，放下了名利心，放下了世间的一切，信心坚定的发愿求生净土。那么一共呢，有123人。即在庐山之阴啊，东林寺的庐山之阴啊，阴是北面啊，阳呢就是南面啊。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啊，那个东林寺上面有般若台啊，现在叫易经台啊。那么那边呢有小金蛇，大家一起来修学的啊。那么有设阿弥陀佛的像，那么大家呢以香花啊，以香花供佛啊。大家一起呢发愿境界而实验，共同发愿在佛前面表明心迹啊，表明他们要非常至诚的恳切的求生净土的心迹，那也就是说要请佛加倍。说闻思依会之众，夫原化之理即明，则三世之传显一，千感之数既复，则善恶之报必一。那这个文字上面是比较难懂的啊。说为思议会之众，思啊代词，说这一起来集会的这123个人，原化之理即明。原化因缘变化的这种缘举缘灭的这些义理，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啊，就说明这一批人由于他们的这种本身的善根很深厚，慧根很深厚啊，本身从他们的身份来说都是上层的贵族知识分子，那么对于佛法这些大体的义理呢，他们理解都已经是没有问题了，所以说这些义理方面他们都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则三世之传显一，三世啊，三世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这种轮转的轮回的这样这种现象，传就是传记的意思啊，过去这个因果传递到现在，现在所做的因果呢再传递到未来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是你要知道我们过去啊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啊，过去啊这个有没有修福啊或者有没有修慧，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地域我们就知道。要知道我们未来我们有没有福报啊，有没有智慧，看看我们当下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知道啊，不用问别人啊，这就是因果真实不虚的非常客观的一个真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三世因果以及啊六道轮回这种事情呢，整个过程传递的过程，因果报应这种事例呢显一啊，就是已经很明显，大家呢也都很相信，那就是从信心上面，从佛法的义理上面呢，大家都已经是这些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千感之数既复，千感，千是变迁的意思，感是因感果啊。千感之数，数是规律啊，规律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这种规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啊，大家都理解，都深信不疑。则善恶之报必矣，所以对于啊这种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啊，这样的因果义理啊是非常清楚，非常相信，那大家都深信不疑。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参加当时白莲社念佛的这一批人啊，他们不仅仅是从啊这种学问上面、道德上面、自律上面
修学上面都很精进，基础都很深厚。那么从佛法的理解上面啊，跟他就说这些最重要的佛法的根基都已经很稳固。那对于佛法这些智慧的了解，因果的深信啊，这种因缘变化啊，以因感果这整个过程，大家都深信不疑。推将必之气容，悟无常之七切，审三报之相催，知显去之难拔。将必啊，这将必两臂相交，这里呢指的是亲朋好友。气容默然此事随业成容。将必之气容，就是看到自己身边的啊，自己身边这些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的默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呢都随意流转了啊。特别我们也谈到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呀，还是比较混乱的啊，所以经常有战争的啊，不是说是贵族啊他们就没有生死啊。那么在传统社会我们也看到这些贵族经常是要对边打仗的啊，他这种有这种世袭的职位，当然他也要为他所世袭的这些一切啊要付出代价的啊，要做出贡献啊。所以呢不管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高层次的还是一般的普通百姓，这种无常的观念无常的现象呢是真实存在的，每时每刻呢都发挥在身边的啊。特别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啊非常这个正常的现象呢，就是换皇帝换得太快了啊，所以这个大将军掌权以后呢，看到这个皇帝不顺眼啊，慈悲一点的有善念的好，你退吧，我来做了。如果说是比较暴力一些的，直接就干掉了啊，轮到我来做了啊。所以这个在南北朝时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管在南方我们汉人地区呢，还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如此。所以看到这些亲朋好友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离去啊，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年龄越大了朋友越来越少啊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聚会一次少一次啊，聚会一次少一次，人是越来越少啊。将必之气容啊，他们离开世界以后呢，一般如果说他们不明事理的话，不明因果义理，不知道修学的话，肯定随业流转啊。这是一般在世间沉沦，在世间轮回都是如此。悟无常之七切啊，那么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呢，当然要有感悟的。感悟什么呢？无常这种现象啊，无常这种现象，生命的脆弱啊，七切就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在身边的啊。通过身边这种例子呢，感受到无常是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生三报之相催，三报、现报、生报和后报。现报的当下我们所承受的这些果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财富啊，我们地位啊，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相貌啊，这都是我们的现报，我们的家庭。生报呢，来生的果报。后报呢，来生之后后面这些果报啊，所以叫后报。生三报之相催，说一般凡夫众生在轮回过程中啊，轮回过程中呢，一般呢都是随业轮回，随业造新业，随业又轮回的。六道之中呢，永远都出不去。如果说是没有学佛，没有按照佛陀智慧的灯塔指给我们一条道路的话，无始劫以来，我们都是在三界里边沉沦的。无始劫以来呢，都在三界里边不断的变换角色的。好一点呢做人啊，再好一点呢做富贵人，做有地位的人，做受人尊重的人，做四肢健全的人，做相貌庄严的人。那么最好一点呢啊，也就是上天而已啊，到天道去啊，到天道可以到欲界天，可以到色界天。那我们知道你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那不仅仅要有善业，还要有禅定的功夫。那没有禅定的功夫是没有办法到色界天的。
绝大多数人啊，最多只能到欲界前，而大多数时候呢，这人道甚至呢都在三恶道。那这三恶道的时间呢，时间长；这三善道的时间呢，时间短啊，这是我们轮回的真相。所以这种果报呢，是一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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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互相相催的啊。那么催催什么呢？催着我们生命的轮转啊，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所以呢，佛谈到我们的生命这个过程，谈到我们这个生命的过程来说，谈哪一生？生这个无量劫的生死轮回过程中，我们换的身体太多了，换的这个皮袋子皮囊太多了。这一生我们是个人的身体，人的形象，下一生呢？那么有些这一生是畜生道的身体，那么上一生呢？然后这畜生道下一生呢，我们做不好的，我们做的不好的话，一般我们都交换啊。所以你看这个读楞严经，羊死为人，人死为羊，那这个角色一直是互相转换的，不是说是做人永远是做人啊，做畜生永远是做畜生啊，这个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的业力所感召在哪一道。说知显去之难拔，显去就指三恶道啊。知道了这样的生死轮回的过程，知道了我们随业受报，随业又造作心意，那么大多数情形下呢，都在三恶道。三恶道进去很容易，出来非常非常难。那佛讲这些三恶道的处理啊，从地狱道、恶鬼道、畜生。地狱道出来以后，先到恶鬼道。啊，地狱道本来已经非常漫长了，但出来以后先到恶鬼道。鬼道里边呢，这也是非常漫长。出来以后呢，先到畜生道。畜生道以后呢，才到人道。啊，他不是说从地狱出来一下就做人了，概率非常小。而这种情形，轮回的情形，靠自力啊，靠自己的力量，要从这个轮回中要出去，从三界中要跳跃，要超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啊。所以说，这个险去之难拔，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处理的。说此其同志助贤，所以息息消情，仰思幽寂者也。那么，由于了解到啊这些生死轮回的相状，也反观自身，靠自己的力量呢，很难从轮回中出离呀。那么这些同志助贤啊，了解到这些义理，再反观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蓦然离世，随意轮转这种情形，所以每个人都不敢大意啊。息息消情啊，就是说白天黑夜大家呢都很精进，都很精进，不敢有懈怠。那么同时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仰思幽寂，仰思仰信仰望。那么有了至诚的信愿呢，都这种仰思幽寂，幽是本意是指这个水流不断的样子啊。那么这里呢，指的是求佛的拔济之心，对我们的摄受之心不要间断，希望佛摄受我们，每时每刻的关注我们。那么仰思幽寂呢，就是每个人感受到自身根气的有限，感受到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这样离开世间，感受到很多的大多数人呢，绝大多数人呢，一个一个依旧在沉沦。那么再看看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形下，唯有一心仰思幽寂，一心具足信愿，求佛加倍，求阿弥陀佛摄受。这就是先通过自身条件的诉说，通过对亲朋好友这种现象的非常直白的非常直接的让我们去体会，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得解脱，然后呢引出阿弥陀佛，让我们有一个
人求感应、求加倍的对象。那么，然后说盖神者可以感摄而不可以计求，逼感知有物则忧虑执持，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今。那么这里呢，在详细的告诉我们一些感应道交的原则。神者可以感摄啊，神者就是我们相信有佛菩萨的存在，相信有佛菩萨力量的这种，我们没有办法用思维、用眼睛可以推断，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种呢，可以通过感应。甚至可以感摄，通过感应呢能够体验得到，通过感应呢能够达到啊。所以我们一般修学得力的情形下，这种感应的事项是非常真实非常多的。当然有这种感应的现象，我们心里边也不要去说哎呀有了感应以后沾沾自喜，没有感应呢很垂头丧气啊，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有了感应事情的发生呢，心里边很欢喜就好了啊，知道啊，这是佛菩萨对于我们的眷顾，对于我们的怜悯，希望我们借此呢更加努力的修学，那、啊、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这种感应的事情呢，可以啊，这个与佛菩萨的感应呢，可以通过感应能够达到，能够体验，而不可以计求。但是呢，你不可以在四相上呢真正有一个真实的科学实验这样一个数据。所以你看像这很多这种这一类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拿数据来证明啊，拿做实验从实验室里面做出啊这样的结果啊。所以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它是真实的。所以必感知有物则忧虑支持，当然感应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对象啊，感应一定有一个对象，有一个我们相信的真实的不可思议的存在。那么这个物呢就指的是阿弥陀佛，那必感知有物，有阿弥陀佛它是能够跟我们互动的。那么这种感应如果感通的话，忧路有很长的路，很远的路，那远方就是极乐世界，咫尺极乐世界和我们如果能够感通的话，极乐世界从距离上来说与我们有十万亿佛刹，但是呢能够得感通呢就在眼前，那没有相隔，那这就是感应的不可思议的原理。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真正能够感通佛力加持，十方十法界呢是可以打通的。我们凡夫呢当下就可以契入到佛的法界，当下呢能够与佛相应。那么苟求之无主啊则渺茫何今啊。说如果说是这种要求感应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方向的话，那到哪里去找解脱的道路呢啊。所以从这些事实和这些情形就说明那个时期啊，那个时期这些一起修学的这123位同修有些在定中啊，得定以后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见到极乐世界的形象，有些在梦中也有这些形象啊，这些都有，每个人都有这样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体验啊，知道这条事实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呢，他如果说真正没有目标，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渺茫何今？到哪里去找这种现象？到哪里去找这种感应呢？啊，也不可能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在读《观经》的时候谈到，是阿弥陀佛是法界身，阿弥陀佛的法身呢，遍十方一切佛刹土，也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念当中。那么阿弥陀佛呢，也预先设计啊，让我们在心想佛的时候，心念佛的时候呢，当下就能够与佛沟通，当下呢，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是心作佛，心想佛啊，心想极乐世界，心念佛，当下呢就能够契入到佛法界，当下呢感受到佛力对我们的加持啊。当然，我们有些人也会说啊，很多年了没感受到，就说明我们真的是啊，还是我们的障蔽太重了啊，业障太重啊，需要努力。
说今信以不磨而潜心西进，叩偏开信，量情千发。说可喜的是，现前这些大众呢，都善根发露啊，不约而同的都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恭诵净土经典啊。这里呢，啊，主要是无量寿经。今信啊，信是非常信用啊，不磨啊，没有商量过啊。这个他们来东林寺之前呢，都是慕名而来的，慕道风而来的啊，没有事先没有商量啊，没有互相短信联系啊。都啊一个一个呢陆续来到东林寺，而潜心西进，潜心呢就是一心的意思，都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叩偏开信啊，叩偏开信，这叩偏啊，叩偏就是叩是叩头恭敬的意思啊，这里是就说在读诵净土经典的时候那种恭敬心。我们再想一想那个时代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到1700年前，那个时候呢，纸张还没发明，经书一般怎么流通的呢？抄在丝绸上面，抄在竹简上面啊，普通抄在竹简，把那个竹子削掉以后呢，啊，然后呢，那经书的流通过程中，我们知道那一笔一画抄下来是不容易的。所以经书是非常宝贵的。那整个过程你看，又从西域到我们中原地区，然后要经过那么繁杂的程序把它翻译出来，那有缘读到一经一句的都是大善根之人了，那能够遇到这样的经典，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悲心交集呀。啊，所以一般为什么这些古大德，你看为什么读经之前先要啊这个漱口啊、洗手啊，脸洗得干干净净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一样，很清穿好，一披好，顶礼三拜，焚香，然后呢才开始跪在那边开始诵经。那有这种至诚恳切的心呢，那佛法是什么？佛法是从恭敬中求的。啊，心有多恭敬，得到的利益就有多大。心里边没有恭敬，半信半疑，或者说对于佛法、对于三宝没有恭敬之心，得不到利益的。那得到的只是一点佛教所传递的信息而已。啊，什么信息呢？就现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文字啊，那么里边甚深的义理，他是体会不到的。那么叩偏啊，叩偏开信啊，然后对于有这样至诚恳切的心呢，读经文、读净土经典、读无量寿经，开信启发了深切的求生净土的心愿啊。这量情千发，量就是信慧的产生，信慧能够产生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能够发出超越的处理娑婆世界求生净土的信心，能够相信阿弥陀佛48愿对我们的摄受，这是大智慧的体现。那大智慧的体现，那这种智慧是什么智慧呢？真正的清净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出世界的智慧，般若智慧，那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知识技能吗？所以呢，有了这样读经这样的恭敬，启发了求生净土的信愿啊。那么当然这里量情千发啊，要通过至诚恳切的读经而感得佛谦啊，佛谦就指的是佛菩萨的加持而生起这样的信心。所以有些同修可能在读经的过程中，接触净土法门的过程中，可能自己也有体会啊，读着读着就信了。这种信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真的佛菩萨的加持你会产生的。啊，不然你想，你我们在谈这么超越的、这么不可思议的三界之外的一方净土，这本身是跟我们觉得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啊。既然能产生信心啊，如果说是不是佛菩萨加持，我们一般人怎么会能产生信心？那么这里呢，其实刘玉明居士也谈到，这是量情千发啊，
那么是由佛力的加持，让大家能够产生这样真诚恳切的信心。特别是那个时代，没有人相信净土啊，没有人相信还有阿弥陀佛啊，竟然这一批人都能相信。说乃机相通于清闷，醒欢悲于子来。机相，机是能感的机啊，指这个信缘念佛的心，就每一个人呢，当时啊，每一个人心里边由于产生了这样至诚恳切的信愿啊，这是能感的机啊，具足信愿，这是机。那么相呢，产生瑞相，那机感相应啊，所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现瑞相，通于经闷啊，这个睡梦中啊。定中这种瑞相拼现啊，当时每个人都有这样感应的瑞相。醒欢悲于子来啊，这个醒欢非常欢喜啊，非常鼓舞，看到这些陆陆续续这些人呢都来到了东林寺啊，来到慧远大师的座下，参加念佛社，这个营造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啊一种互相促进的这样精进修学的气息。那么这种修学的气息，就是因为由于大家这样的精进，这样的深入，那么产生的心愿是这样的真诚，这样的恳切，所以呢能够容易感通啊这种佛菩萨力量的加持。那么佛菩萨力量加持，每个人都有这种瑞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宗教体验，那么由此呢更加啊更加能够增进对于净土的信心，更加增进对于求生净土的信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说于是云图表灰影谋神造，公有理系是非人用。云啊，这个是云是甚多，这里指的是非常细心的，非常恭敬的，非常细致的意思。表呢啊，仪表这里指的是佛像。灰呢，本意是日月的光辉啊，日月的光圈。那么这里指什么呢？是由于有了这么大家一起发心在修学，于是呢大家都有了这样心愿，要画一尊佛像出来。那所以你看，我们前面也谈到慧远大师听到啊，发现大师啊，听到佛陀跋陀罗尊者谈到说是西域啊，就今天的阿富汗，那有佛在啊降伏毒龙的山窟里边，有留下他的形象，若隐若现，至诚礼拜呢都能见得到。那么于是他朝那个方向至诚的礼拜祈请，竟然呢那个佛像显现在庐山啊，庐山的山壁的山顶上面。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呢，那么他们在精进修学的过程中啊，有一个佛像的出现摆在那边呢，对大家也是一种互相的促进，那么目标的更加明确，于是呢大家开始画佛像，造佛像啊。那么造佛像呢，当然是用着非常恭敬的心，至诚恳切的心造佛像。造出来呢影谋神造啊，影谋，谋是等同的意思，就是说佛像的影子，塑化的佛像呢，惟妙惟肖，像神所造啊，像神所造。公有理系，公就是指的所画的这种佛像，那么理呢，指的是佛心，就所画的这种佛像呢，完全真正是与佛心相应，当然是与自己的自信清净光明相应的，是非人用啊。所以这么神圣不可思议的佛像能画这么庄严，能画这么清净，能画这么惟妙惟肖，就感觉能够互相能够感应，所以这个不是能力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有些同修，如果说是我们去，包括我们亚洲文明博物馆啊，应该有啊，亚洲文明博物馆，包括啊在中国的国家博物馆，还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你会看到有很多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南北朝时期，北魏、北周、北齐，特别是啊北魏和北齐啊，包括西魏啊，这些是朝代的佛像。你看到那个时期的佛像，你真的是感觉，
那个时期的佛教怎么会能够完美到那个程度？每一个人到那个佛像面前，内心里面都感觉无比的宁静，无比的喜悦，你自然而然就感觉那个佛像就能够和我们能够互相感应，能够说话。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啊，这些画像的雕塑、雕刻的、造像的这一批啊，这一批这些虔诚的啊，在家出家的弟子们、佛弟子们，他们这种造像的这种虔诚啊，至诚恳切的，是没有达到那种心的清净，那样的虔诚的话，绝对造不出那样的佛像。我们看到古人在抄经的时候都是如此，用最好的香，然后呢，每次抄经前沐浴，洗得干干净净，特别在自己住房以外呢，特别辟一个净室做抄经。抄经的时候，甚至这个呼吸都怕这个玷污了佛经了，然后在这个嘴前面呢，特别要做一个竹筒，呼吸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呼吸引到外边去。以这样十二分虔诚的心抄经呢，所以你看，经常有人抄经都会出舍利，这在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我们没有这种虔诚，没有这种至诚恳切的心，我们以为这是神话。但是如果说是你要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看到这样的现象，古代这些高僧大德，甚至我们很多在家居士都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生发现。都有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你心清净到那种程度，至诚到那种程度，恭敬到那种程度，真的是与佛菩萨可以感通的，真的是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瑞相。好，我们接着看，说资时迁起其尘，敏用来萃者一，可不克心，从经结思，以年其虑哉。所以这实在是佛天开启同人的至诚啊，冥冥之中加持，让大家不约而同来忌讳。所以你忌讳不用打电话了，护法菩萨会告诉你啊，在梦中也会告诉你啊，你赶紧去庐山吧啊，会员到寺那边啊，要念佛了啊，现在得出门了啊所以这个自然会有这种传递这种神圣不可思议信息的这一类众生。说此时天起其尘，天子佛前就是佛菩萨以及这些护法菩萨的点化，敏用来萃冥冥之中由他们来传递来加持，让大家呢一起来聚到一起聚到一起做这么一桩伟大的事情。可不克心，克心克制妄念妄想了，专心意境，从经结思，以凝其虑哉。从经结思为专为业，一门深入就是精而又精，用功非常的刻苦时时刻刻。那个时期不仅仅是有精行念佛，经常是有禅坐禅坐观想极乐世界，观想阿弥陀佛这种形象，那每个呢都很精进，每个都很用功，以凝其虑。凝思的意思专的意思那么时间一长呢，自然会得三昧，那以凝其虑就是说自己自然会得定，这种胡思乱想妄想就没有了，自然呢会得到圣境真正大定现前。然其谨记参持，功德不一，随尘气融同，悉归幽阁，即我师友之劝，良可悲矣，是以开焉。虽然说是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现象发生，但是呢，这里呢就告诉作为一个凡夫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形。然而说谨记参持，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毕竟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在修学过程中呢，每个人进步的程度也不一样，那境界就是达到这个功德功德定力的深浅也不一样。
那功夫也不相等啊，功德不一。随晨气融同，早上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发愿求生净土精进修学，这种心是一样的，息归幽阁。到下午的时候呢，经过一天的修学呢，已经有了差别了，有些呢依旧还在精进状态，有些呢已经有点松懈了。那这是非常真实的修学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提倡大家在共修的时候要尽量尽最大努力安排自己时间参加共修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一起共修的时候呢，互相督促，互相促进啊。一个人在修学过程非常容易懈怠的。那所以一般你看出家众一般都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您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啊。一个人你关起门来啊，你做什么自己完全靠自律啊，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难的。那你要是随顺大众，大丛林里边，大丛林里边制度非常严格，几点几分干什么，几点几分干什么是固定的，你必须出现。那一次两次不出现，然后呢，三至四都已经找上门了，大家四都找上门了，你干嘛？为什么没有参加大众的共修啊？为什么没有吃跑劳动啊？为什么没有过堂吃饭了？为什么没有诵戒了？一大堆问起来了，回答不上来，忏悔啊！如果三次签单，那非常简单啊。所以这个就修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呢，这种共修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是有很好的约束。所以这种情形啊，这种凡夫的这样的根性和烦恼，在那个时代也是有的。所以给我师友之劝，我们这种师徒之间啊，这些道友之间，大家本来是做法劝说。但是有这样这种烦恼现前啊，这种所产生的功力啊高下不一，这种情形呢，良可悲矣啊，是以楷焉啊。这个大家感觉了，这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作为凡夫，业力如此啊，大家都很感叹，很叹息。续命整净法堂，等使一心，勤回幽极，视之同人，具有绝育。你要产生这样的烦恼，有这样的相隔，有这样刚下的差别，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了，你是选择躺平放逸放松下去了，还是选择迎难而上？所以修学这个时代学佛，不进则退啊，逆水行舟，挑战太多了，考验太多了，各种各样障碍太多了，你不往前面走的，不往前面冲的话，你自然好往后退。所以这里呢，林语明居士所写的这些123个人为我们所做的榜样，续命整净法堂。所以遇到这样情形该怎么办呢？放弃吗？绝对不。续命啊，续这是须，必须啊，必须以信愿推动自己更加勇猛精进啊，把衣服穿得好好的啊，这个洗漱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重新再发愿啊，更加努力，心愿更加指诚，更加恳切，以最更加虔诚的心祈求佛力加持啊，能够让自己能够折服现前的烦恼，等使一心啊，等着共同发起求生净土之愿，大家同一个心愿啊，同愿同心，勤回幽极，勤啊，古代字培育养育，这里的字是每时每刻都是有恒常的意念。这个你看，我们可以说，你看古人经常有那种长情古道啊，送别的时候呢，在那边站良久啊，然后呢想自己的友人呐、啊，想他们的情谊。那这个时候，一阵情代表什么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回念极乐世界，想念极乐世界，思考极乐世界，意想、意念、观想，处处呢都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幽极啊，幽极。非常远的地方，这里指的就是极乐世界，视之同仁，具有绝育，发愿发誓与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同修呢一起啊，一定要到绝育，一定要到西方净土，那就是迎难而上，面对烦恼不能做懦夫了，不能退缩啊。这个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你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就是将军跟千军万马在打仗的时候。
绝对不能放弃，都守城了，把自己城要守好。那么这里呢，就是123位同学来为我们做了榜样。岂有金出绝龙，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永交，望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后生，免思策真之道。岂有金出绝龙？绝龙，绝是极呀、这里指的很难处理的意思。龙是这一类三界六道，金出绝龙就是这个在一起念佛这些同修，有人在临命终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的在家出家的同修，他们都有这样的瑞相来表明，在临终前呢，都有阿弥陀佛出现。有些当然有些也是有生病，现这个病相，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反复血肉之躯嘛。但是呢，从他所临终时候所遇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瑞相的出现，以及他非常明确的表达，明确的表达自己见到佛了。有些呢，提前告诉大家，阿弥陀佛什么时候会来接我？你看，像慧远大师呢，你看三次见佛，最后一次呢，佛告诉他一个星期以后来接你，然后呢，才告诉弟子们啊，我已经是第三次见佛了，一个星期以后呢，阿弥陀佛再会来真正来接我了。然后呢，把自己的事情该收拾的收拾好，该整理的整理好，跟每个人安顿好了以后，因为寺院里面他做主持啊，事务都交代好了以后呢，非常安静的，非常祥和的，没有任何挂碍的，没有任何忧虑的，就离开了。所以这种金出绝伦，在那个时代，这都是最早最早的这一批得生净土的我们华人中间的先驱分子啊。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非常惊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大新闻呐，不得了啊，竟然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是金出绝伦超出了整个大家的认知了。首登神界，先到了极乐世界。那么先到了之后怎么办呢？在那边玩不来了吗？太好了，不想来到这个世界。无独善于永交这个永交指的是这是道教的，借用道教的词汇海上的仙山，这里呢用它指的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一个人在那边享受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一切都很好应该望兼全于幽谷。幽谷呢，这里指的是我们娑婆世界应该还想到要兼济，要兼爱，想到赶紧回来，要立即含在娑婆世界的其他的同修以及这一切有缘的人。是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很好的，又是同修之间一个互动的局面。先进之于后生，免思策真之道。先去的，你跟就像你看林云明居士其他的道济慧勇他们去了极乐世界以后呢，然后呢，你看其他的人去的时候都跟阿弥陀佛一起来一起来接你，一看哦，真的有熟人那一点都不害怕。那么我们在一起学佛，一起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如此先去的同修以后呢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们第七届同学里边竟然有人，我们有熟人，我们竟然是同一个组讨论过的真的那是当下的心安了。所以这些事情呢，这是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良好的一些共同修学、共同促进的画面。好，到最后了，说然夫妙境大矣，起心真照，实以悟心，行有化格。最后谈什么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然夫妙境大矣，境是境界，就是妙境。为什么谈妙境呢？是因为我们的血肉之躯转化为金刚那罗原身了，转化为不生不灭的身体，与佛菩萨一样身体，由莲花里边所化身，境是境界，去拜见阿弥陀佛。那大矣就是阿弥陀佛的庄严相。那么起心真照，心光开启，见佛以后自然心光开启，智慧现前就是我们说的照用有了智慧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当下悟解，当下具足一切智慧，实以悟心。那么
凡夫的情事啊，能够转化成智慧，啊，八识转成四智，行由化格，本来的轮回的血肉之躯呢，在莲花中呢，变成真正的金刚老罗耶身啊，变成不生不灭的身体啊，是这个身体呢，是在莲花中化身的，是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啊，这个不是我们修得的。我们要得那样的身体，转化成那样的身体，这都是地上菩萨的水平了。靠自己的修学，又是无量劫又无量劫啊。所以这些呢，完全我们是得佛的本愿力的摄受、住持力的加持才得到的。即浮云与中流，因群科以涌言；飘云以与八极，泛香风以群言。起忘安而密母，心超乐以自怡。这里依旧谈到了极乐世界时候呢，你在极乐世界那种生活啊，修学悠然自得，悠然自得，随心所欲。那个心，清净心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随心所欲呀、啊，这个心都是软弱的心，欲望的心。即芙蓉于中流啊，就是即是戒的意思，就是我们坐在那个莲花里面，飘在八德池上面。那那个池当然是非常非常体量非常大的啊，海的概念。那么每个都坐在莲花，在八德啊八功德水上面坐着莲花，有些甚至啊有空性的，它的莲花都飘在空中的。因穷科，穷是宝玉宝珠的意思啊。穷科就说明这个树枝啊，就是七宝无量杂宝所合成的宝树啊。这个宝树它是会呼吸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宝是硬的，极乐世界的宝呢是温热的啊，温热的，那么是能够互动的，树也会说法的。那么说看在这些树荫的荫蔽下面啊，遮荫下面看到七宝池、八功德水以及这些无量宝树排列整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呢会涌言升起赞佛之心，知道佛没有骗我们呢、啊，这是真实的，真实的极乐世界，真实的其乐融融，快乐不可思议。飘泳衣与八极啊，穿着这种飘飘欲仙的，像仙人一样的衣服啊，当然这种衣服自然而然就身体上有的。八极到了极远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修学到一定层次以后，自然可以刹那之间遍十方一切佛刹，去供佛，去闻法，去与其他世界的众生去接触，去度生，当然也可以回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泛香风以穷年啊，泛香风就是整个极乐世界它是香光庄严，一直在发光，一直在散香，每时每刻呢都是在香光之中，香光得分都在说法。起忘安而密摩，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自然很轻盈很自在呀、啊，很法喜很快乐，都不需要我们吃什么保健品啊，也不需要很辛苦的去运动打太极呀、啊，自然会啊，自然而然啊，是那样的健康，那样的轻盈，那样的庄严，心超乐以自怡，内心里面非常的充实啊，非常的法喜充满啊，禅悦自在。临三途而免谢傲谦恭而长辞，少众灵以祭鬼，子太息以为妻，就其道也，岂不鸿哉？临三途这个时候呢，啊，来到娑婆世界，来到三界，那么稽首啊，啊，就是我们这样抱拳稽首啊，而免谢啊，免谢呢，稽首告别，就告别的时候，我们已经出离了啊，再不会在三界里面轮回了。那么回来呢，都是菩萨的身份了。那么傲谦恭而长辞啊，不会对于天道众生的享受产生任何的兴趣啊，啊，也不会啊被吸引啊。那么对于天道众生呢，也是对他们啊，对他们也说再见啊，说再见，我们也不会到天道，那就说
我们永远的出离三界了。少仲林，少是继承的意思，仲林这个指大菩萨，大菩萨或者甚至指佛，以继轨就是追随大菩萨，追随佛的轨迹去行菩萨道，去度化众生，子太息以为期。最终每个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是要达到涅槃的佛果位的。太息呢指的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意思。这里说救其道也，救之道也，岂不宏哉。说我们要是思维极乐世界，思维净土法门这样的修道，思维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思维这个法门对我们大利益，岂不宏哉。宏是大，那大我们得到的利益啊，是无比庄严无比殊胜，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好，那么我们这个李玉明居士的西方发愿文呢，我们就到此呢就学习结束了。那么慧远大师的三次讲座了，我们也就到此也就完全学习结束了。大家下来以后呢，西方发愿文这一讲呢可以多听一听，那多听一听，毕竟有些文字呢是不容易理解的。那么下周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事先准备一下，那么我们对前面的这些呢做一个总结啊，做一个大家集体来讨论。好，我们一起来回向。愿消难劫诸业障，愿得福慧日增长，愿尽此生诸娑婆，愿佛接引生安养。